是我第二天 Part Two 的行程。Sorry, Ocean Tower。这里呢是买票，放弃看呀。上了买票了没？我要上去抽那个奥特卡了。哇！喂，很靠近啊你。不是我家的，他是谁家的？哈哈哈哈哈！家的。哇！厉害！Oh no！ 很可爱，你看。哇，还可以看更美的风景，这里上。Curly Ocean Tower 呢，它是海拔高度82米的白色展望台，是能一望古玉丽岛大桥的绝佳位置。一楼呢有展示着古玉丽岛历史的古玉丽岛的资料馆，二楼、三楼呢是室内展望楼层，屋顶这有甲板露台，能够看到美丽的大环美景呢。所以来到这里呢，一定要在这里打卡。冲绳呢也是出名黄梨子，还有这个黄梨子 ，yes， 我们要买耶。这是在它的对面哦，然后有一个美景呢，如果你们要拍照呢，可以上来这里拍，但是要小心。餐呢，我们就来到这个霞的饭，这里呢，哇，你们看超多人，还有美景，看起来要等蛮久啦，但是呢，还是有耐心的等哦。可爱啊！到了这个金贵人城际，还可以再上。你买票是多少？600一个人，600元。我们到了金贵人城际，地图跟你说 ，Kingdom of Ruku， 留下来的这个500多年的这个这琉球。琉球500多年的历史。金贵人城呢，也别名为北山城，是位于中神县金贵人村的城堡遗迹，为14世纪琉球王国三山时代中的三山之一，北山王的居城，为现在日本指定的史迹。我们到了冲绳美丽海岸水族馆，这个来到冲绳呢，一定要来哦。这个是叫 Hermit Crab， 可爱。它会住很多不同家的。可爱。搭车。啊，我们进来了。
水族馆呢，它呢里面呢有这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鱼类金鲨，以及于世上首次人工繁殖成功的鬼蝠鱼，充满魅力的展示空间让人目不暇给哦。深层之海区域再现神秘的冲绳深海，仿佛呢你就像被整个冲绳的海洋所包围，进入了海底世界一样。来到冲绳一定一定要来这个美丽海水族馆。A few moments later. 哦，要放靠近这里，它铁啊，要放靠近这里的铁烤，是焦了，然后就得沾这个面，都收拾了，生了。两色我们就是这个跟这个，还有给黄瓜，明白，是生肉的一天，没有吃过生的牛肉。吃了，有味道吗？没有，没有，很好吃，很鲜甜的。那你要放这个，放这个，要放这个，要点这个，一定要点这个，然后你这样。Shabu shabu. Just eat. Okay.
嗯吗？没有。给它不同的这个酱汁，放少少的放。我跟你讲，你看它的那个透明度，那个鲜度。我现在吃这个生的寿司，也是生的肉，沾一下盐，沾一下盐，沾一下这个酱，刚才那个沾。沾盐。一个。哇，还有给你这个牛肉烤，也是两 set 的。然后这里是这个 sukiyaki。另外一半说超级棒，好吃到，真的来来 Okinawa 一定要吃这个，是鱼啊 ，fish， 哦 ，yes， 嗯 ，grill for 5 minutes of the skin and then the other thing. Okay, I gotta go to mass.还有甜品是，你吃啊？我不要，我不要，你吃一口。哦，我不要，他不要，我沾到吃两个。对对，喂喂。很推荐你们来，如果。来冲绳要试试琉球的牛耶、yeah, 我们撒悠那啦真的好好吃满意吗另一半超满意还要来吗这集 Day 2的冲绳之旅呢我们总共走了六个景点然后有两个美食是来到冲绳呢必吃的好了下集呢我会分享 Day 3的行程希望我的分享也帮到你们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